那我们来讲的是 Macy 的新的大开本硬页翻翻书，叫做 BB Macy。啊，弟弟要自己看。好，我们家有一个不受控制的小模特儿，就是他喜欢自己翻，他非常爱这本，可是他一定要自己翻。好，那可是你不要这样子，我们要讲里面的东西，这样。好，那我们趁弟弟现在跑走的时候，赶快来翻讲一下，好不好？那哥哥过来帮我。BB Macy， 他有超过50个翻翻页都是硬页，然后这本是大概1岁半或者是2岁的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来 ，Macy is going for a drive in her car. Beep beep, bye bye Charlie. 好，我们来看一下 Charlie 是谁，是这只鳄鱼对不对？哦，对，这是什么？是太阳。然后这是加油站。那 Macy 他开车，他要去兜风，然后他要加油，然后这个谁？这个是 Charlie， 是这个，然后他带着他的小黑猫，好，还可以把这个打开哦。他带着他的 Panda， 还有他的小玩偶 Panda。好，再来 ，She meets Dorothy。这个是 Scarecrow， 不是 Snowman 哦，是 Scarecrow， 是稻草人。She meets Dotty driving the tractor. 他呢就看到这在开这个农用的。有 spider 在里面。对，有一个小小的这个 spider 在里面。对。好 ，beep beep， hello Dotty， chuck chuck。Dotty 就是这一只，是马还是驴子吧？好像。那这个围篱也可以打开哦。里面好多东西在里面。好多鸡，对不对？好多只小鸡。然后我们再脚过去一点点，啊，把他的这个车子也可以打开哦。他就好多好多翻页机关。好哦，弟弟，你现在又来凑热闹了。好，然后再打开，有什么？对，打开，这可以看到车子里面的样子。对，还会冒气蒸汽出来。不不，好，好，弟弟一直在讲。好，然后。Then Macy sees Peacock riding his bicycle. 好，这是什么 ？Peacock 是谁呀 ？Peacock 是这只孔雀啊，它在骑脚踏车。Peacock， 那为什么 Peacock？ Beep beep, hello Peacock， 听听，它这边听听，这露出什么东西？哦，有一只这个，那脚不要踩到树哈。然后呢，这边有一个 grasshopper， 有一个东西，有一只青蛙在这个脚踏车的篮子里面呢。妈妈，等一下，那个，为什么它本来是这样子，它就变这样？对呀，为什么？弟弟你好吵，好，弟弟在干嘛？好，然后呢，再来呢 ？Ostrich waves to Macy from his train。哦，整只爬上来了。他说呢 ，Ostrich waves to Macy from his train. Beep beep, hello Ostrich. Tutu， 好啦 ，Tutu， 然后再来呢？那你帮我开一下这些有什么东西？这是拼胶道的这个栅栏，是不是？还有哦，还有猪在这个里面。这火车里面还有什么？还有它载了这个土，它里面还有蚯蚓，还有这个里面是什么？看一下。num num， 对，有蒸汽，啾啾，好，呼呼，好，你干嘛这么嗨呀？今天，好，再来呢 ？Eddie flies by his helicopter。那 Eddie 呢？他就这大象艾迪呢？他就在飞他的这个驾驶他的直升机去哪里呢？你帮我开一下这个直升机好不好？用手开，谢谢。直升机的那些，这里面有小鸟，直升机，直升机就是啊，就是螺旋桨在转的样子。本来是这样子，不会没有在转，然后就这样子玩。对，好，然后这个拿过来，云里面有什么？云里面，哦，在下雨耶，下雨呢。对，好，然后再来，哔哔，不要踩到书哦。Hello， 兔拉拉，这是这只小鸡呢，它在干嘛呢？哦。Tulala is driving her fire engine. Nina, Nina, 就是 Tulala， 她在开她的消防车，然后还有这个企鹅从这个消防这个跳，就是滑下来。Tulala 是她，
然后呢，他们的云梯，哦，这个消防车，消防云梯车里面有什么？有他们那个消防员的一些装备。对，好，哇，还带着兔子去上班呢。对，然后这个就会这样变红色，蓝色变红色。好，关起来，我们再看下一页。然后 Zero is driving his bus. Beep beep. Hello, Zero. 那个 Zero 是谁啊？他带着一个东西。你看，他带着一个。他在这个公车里面有好多那个 Zero 是松鼠哦。然后这只松鼠他在开公车，然后他的公车上面有那个乌龟，然后还有谁？这小的甲虫在里面。然后再来这 penguin 在这边，还有这只公鸡在这边等这个 bus。哦，他还过马路哎，然后这个变从红灯变成绿灯。好 ，Hong Kong all aboard。那个，那就大家都上车喽。为什么这么大的门？对，为什么这么大的门？因为是公车啊，不是普通的车。A traffic jam， 然后塞车了，糟糕。There are road works ahead， 在前面道路在施工哦。那这边大家的所有的我们刚才看到的车 tractor， 还有什么？还有 car， 还有这 bus。然后哎，有人在这边。有人在这边野餐呢，他们野餐的东西看起来好好吃哦，是不是？还有鸡呢。对啊，还有只小鸡在里面呢，然后还有在骑脚踏车的。哎，你不要踩到那个，听出弄出像放屁的声音，人家还以为妈妈放屁。然后呢，还有公车，还有 helicopter， chop chop。What a lot of noise！ 这里好多各式各样。各式各样的那个交通工具的声音，像汽车哔哔，然后这个 tractor chuck chuck， 还有这个是 rumble crunch， 在钻地的声音，还有挖土的声音。为什么弄这么大的洞？对啊，就是因为他们道路在施工啊，底下要挖开来，然后才可以再做一些下水道或什么的工程。Nina 是什么的声音？消防车的声音。按喇叭是 Hong Kong。啊 ，what a lot of noise！ 对 ，chop chop， 那个摇拳掌的声音是 c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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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p。然后这是猪里面是什么？当当。好啦，那我们是不是看完了呢？ Goodbye。那这本它有写说适合一岁半以上的小朋友，十八个月以上的小朋友。好 ，Macy，BB Macy。